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七十《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体？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两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哈萨克也咧发生肺炎，因公无关又的肺炎，极有可能就是武汉肺炎。今仔日全台湾拢真热，上冠军出现伫花莲局里有39度几，气象局表示讲未来一礼拜拢会真热。美国国务院又通过卖军事武器给台湾的案件，针对着爱国者三型飞弹，会当有其他的保养和征收。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下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公布国内增加两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讲到哈萨克也当日发生肺炎的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哈萨克当地医疗资源有较欠缺，因所讲的无原由肺炎，真有可能就是武汉肺炎。国内阁新增加两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第450例是20多岁女性，伊长期伫咧美国做工课，伫咧7月7日回国，入境的时阵并无爽快，但是居家检疫期间出现规身躯亚酸、筋膜酸痛等等的症状，就医采检了才确诊。第451例是一个50多岁男性，伊长期伫咧阿曼做工课，7月7日伫咧当地有发烧，家己食退烧药啊，无去予医生看。7月7日拄阿曼经过杜拜转机回国的时阵，主动通知讲家己有无爽快。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了后确诊，目前两个人都已经住院隔离治疗当中。目前，卫生单位掌握接触者有39人，其中有22人，是这个同班机前后排的前后两排的乘客，那他们会列为居家隔离。另外，伫咧中亚甲中国境外，哈萨克嘛传出不明原因的肺炎，半年累计有1700多人死亡，致死率比武汉肺炎佫较悬。中国驻哈萨克的大使馆佫特别伫咧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针对这件代志，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哈萨克当地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而且检疫量也不够，确诊佮死亡人数拢有可能不较少，推测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有可能是武汉肺炎。在当地，可能是因为这个 COVID-19 的一个个案太多了，那他在个案的诊断还有死亡这个人数上面的估计上面都有低估的情形。指挥中心强调讲，哈萨克的确诊人数是9.4万人，仅仅264人死亡，致死率是0.48%，比全世界平均4.57%更较济，嘛比台湾更较低，所以判断当地真有可能，也阁有真济个案无去予确诊，阁需要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来调查。啊，若是累计国内确诊人数有451例，分别是360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啊，阁有36例蹲无蓝队。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伫咧顶个月宣布头一批会当入境日本的国家名单，正也当咧规划第二批以商务人士为主的国家入境名单，咱台湾也包括在内。另外，交通部表示讲，台湾旅客自7月10日开始去到英国转境，拢会当免隔离14天。英国的威尔斯政府跟北爱尔兰政府是在7月9日的时候宣布将台湾纳入豁免隔离的国家名单，所以呢，这个是表示这是在7月10日的时候，台湾已经可以这个那进入英国的全境的时候，都已经可以免除隔离14天的检疫的措施。外交部表示，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在头一批把台湾列作安全名单了后，威尔斯政府和北爱尔兰政府在初九也把台湾列入去。外交部也提醒民众，若准英国14天捌去过安全名单以外国家入境英国，也是要隔离。另外，日本的部分正在规划第二批以商务人士为主的入境名单。外交部表示讲，日本目前是正在规划，也未正式公布。讲到今仔日的天气是热翕翕，主要原因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今仔日即时，除了新德市以外，其他地区拢是高温的天候。伫花莲的玉里一点过时阵，也出现39.2度的高温。伫咧台北也有38.6度。气象局也讲，未来这一礼拜以来，也请民众要特别注意。民众一直用自来水一直转伫个厝顶，也阁有定个。除了变扫以外，也是要让厝较降温，较莫较热。因为初十花莲真正真热，尤其玉里中昼7到39.2度是全台上高温的地区。太热了，是不是？啊，没有装冷气哦。没有，而且我这样就降温了。除了玉里，台北市中昼也出现38.6度的高温，已经录屏有观测所以来历年7月份上高的记录。民众热到冻袂调，拢去饮料店买凉的来啉。就连外送员送饮料，也加送真侪纸。
一般来说应该是大概是三四十趟至四五十趟吧。像我们都会戴袖套，湿毛巾，袖套再给它淋水。专台受到太平洋高压加西南风、沉降影响，七十多个里岛的澎湖关、金门关、加连江关，也过台湾本岛的新竹市以外，其他十八个关在中昼左右拢是到橄榄石、甲黄石的关温顶好。气象局的关温排名更加显示，包括花莲、台北、台东、南投、云林这八个七站拢测到超过三十八度的关温。因为主要是太平洋高压算是逐渐在增强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也有西南风带来的一个沉降效应，像是台北站或是像是比较近内陆的地区，花莲纵谷的话，其实预计在突破36度以上的高温是都还是蛮有可能的一个情形。根据卫生部统计，今仔七月七到七八，国内热伤害就近统计人次数总共159人次。气象局也提醒，一直到下礼拜是七月十六，各地依然是高温、真热、侪分好天的天气形态。高温大约是在34到36度中间，民众出外一定要注意，莫爱常常补充水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智库伫今仔日发布两台美军的反舰机，又搁出现伫南海。美国海军的驱逐舰也进入到东海，离中国只有153公里。另外，美国国务院正式通过今年第二摆卖军事武器予台湾的案件，内容是批准卖予台湾的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会当有其他的保养甲征收。咱的总统府也感谢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甲各项保证拢有照片照件。中国地口七十发布两架皮八 A 反舰机，做会出现伫咧南海。刚才讲美国海军逼客机库迪兰佩拉塔号嘛，进入东海，出现伫咧大海北部，离中国仅仅153公里。美国唔难严格监控共军的动态。国务院嘛通过今年第二届对台军修案，正式批准超182亿爱国者三型飞弹演修案，而且通知国会。这项军修案包括外国机零组件、飞弹认证测试，军修范围涵盖台湾这几年的采购，共计总数量。有444粒的爱三飞弹，还有地面系统，美方是要确保飞弹30年拢无问题。我们这几年的军售跟以往有个很大的不同，比方说爱国者三型，它单项单品提出，它就会告诉你准或不准。我们之前买这个 Mark 48哈，重型鱼雷也一样，单项单品单军种，他觉得可不可以，他就会批准。这项军售将有助于强化我国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以及维护台海区域和平的稳定。爱国者三型飞弹系统的功能真强，有防空反弹道的飞弹功能，防空的拦截距离会当到70公里，拦截宽度24.4公里。一粒爱国者飞弹炸一粒导弹的拦截率有75%，那是一概有2粒，拦截率会当提高到88%，会使进行全天候的作战，是防空的重要武器。国军部署全台湾各地区，像讲台北万里、南港、新店、台中太平、屏南野区、南部的地区、台南、高雄，还有花东的空军基地，拢爱国者飞弹连。而且可以在大概45天左右，可以知道说，可不可以取得这些军售。所以我在整个兵力的整建的那个效率上面就会大为提升。这是川普就任以来第七届实施对台军售，凸显美台军售的常态化。学者分析，美国改变过去长期累积军售案，再个用包裹拼出的方式宣布军售案，即马予台湾、照日本、韩国两国变作非北约民国的重要指标。总统府是感谢美国实行台湾关系法甲六项保证的承诺，斗三共台湾确保台海的和平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空军总队的统计，空军总队对93年成立到今，已经成功救援1100人。总统蔡英文和内政部长徐国勇在今透早也去到台中的空军总队基地，除了慰勉机组人员，也宣布讲要替空军人员加薪水。总统蔡英文来台中空勤总队的基坪，实地了解空勤的救援设备，搁去哩乌烟直升机的驾驶舱，了解每一个详细运作。啊，若是讲到空勤飞行员的执行任务，拢是冒真大的危险。总统蔡英文表示慰勉，嘛当场宣布替加薪。我认为国家应该也必须给各位更多的鼓励以及保障，所以政府决定从今年7月1号开始，对于每一位空勤飞行员每月增发我们的蓝才、留才奖金。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提高飞行人员、空勤救护人员、共勤机组员的终点。
这波加薪水的范围包括政府加速每一个月有40,000元的人才奖金，还有执行勤务的飞行经典费，空勤人员的飞行经典费也提升。内政部指出，空勤总队的飞行员大部分都是从军中来的，有毕业身份，若是战争时阵需要编入去战争的人力，空勤总队表示，未来五年到期天候的飞行人员是愈来愈多。总队长也向总统表达这个问题：3年之内要退28位，6年之内要退53位，每一次上网公告征求都找不到的，那事实上就是待遇偏低。空勤总队表示，因为待遇比民航和军方更低，工作风险也较高，人才欠缺的部分可能会越来越大。而且根据统计，到93年成立到今，空勤已经达成9,100人。今年到今也执行16场的森林火灾救援，除了提悬奖金和飞行经典费来给人才留住，今年10月份才收上后尾6架乌鹰直升机了后，总计有14架，也加速来去台东和松山基地，提升空中救援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海军陆战队日前操演的时阵发生意外，有2位官兵单子用加穿破雾，不幸来归亡。国防部也特别制作影片，要甲因纪念。不过发生事故迄当时，就其他人听到讲，单子用伫化工抢救查某同仁，这款讲法也甲海军的事故调查报告，讲因3人一开始就砸到水的情形，完全是倒霉吧。志龙，我与。这次任务辛苦你们了。海军陆战队救救陆士官长的表情真严肃，伊所讲的话看得出对已经过身的下属是真唔甘。海军陆战队配合汉光演习，执行联合登陆的操演，却伫咧操演突击求生存的科目。因为海上无稳定，转来兵船，地属上司陈志营、上顶兵蔡博武两个人不幸过身，中司阿马勒道卡杜当场昏迷。国防部伫咧机关横地发布影片，悼念两个殉职的国家英雄。连长会坚定地带你们走这最后一段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不是白白的牺牲奉献。片内底访问共一只邱凌尊，小罗海上病院得到蔡总统探视的陈菊莹，啊，佮有下属吴英迪，两个人讲出病存的迄当中，吴英迪小罗最近前清楚听到陈志莹佮阿马勒大声化工抢救女性。我们的艇长上士陈志龙跟中士阿马勒大喊请。请先救艇上的其他女性同仁，就没有顾虑到自身的安全。我一落水，我那时候是最靠近中士阿马勒兄跟志荣兄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当下因为是喊救命，然后那两个兄就是请，因为吴永志下士吴永志也在前面，然后就是请他赶快过来救我。陈志莹无选择自救，颠倒是注意其他人的安全，提醒大家要救人，家己却失去黄金救援时间。啊，不过海军的初期报告说，讲代志发生的时阵，3人可能第一时间就堵水，昏昏死死去。两边的讲法无同嘛，引起注意。我们都有访谈相关的证人啊，那详细的供述内容，我们目前就还在侦办当中，我们就不对外说明。根据军方表示，邱凌尊并存的时阵，船顶的人员反应时间无甲一秒，手里有的空隙画面已经交予鉴警来调查。检方的小连续约谈其他者负责操作的人员、划顶的官兵，来查清楚代志发生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党团总召林维洲甲立委邱文杰日前讲，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孙啊，也就是东营铁工厂前总经理张仲杰，伫咧做总经理的时阵，牵涉到4项弊案，这件代志该压出来了后，却受到人家恐吓。国民党团在今日也召开记者会，公开向刑事局报案，要求要查明真相。下晡也去假告发状，讲要告发东营公司的前总经理张仲杰涉嫌多利。提告发状去邮局柜台办，这封批是要寄去高雄地检署。国民党党团总召林维洲甲立委邱文杰要告发东营公司前总经理，也是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外甥啊张仲杰，要告发伊涉嫌多利甲背信。谢谢啊，我们就完成了啊，完成了这个告发。啊，那是两个人的态度是安怎这么坚定？是因为因找白家打公布备案？找到下晡，东来立委邱文杰等人，就随接到恐吓的电话。用台语口音，哦，就是这个拖刀啊、拔蜡这样的哦，那这等于是恐吓了。我们现在台湾变成这样子了，黑道治国，在外面是黑道横行，
恐吓国会议员。前几天国民党党团提出经济部来做民间的调查结果，啊，那是这四个备案，拢总跟张竹杰厝内人有关系，其中包括第二后生张凯军、甲大汉后生张干雄，伊是基金旅行社负责人、甲新科博公司的业务经理，涉嫌南东营员工旅游甲采购标案。另外，东营公司员工这回采购案，去年以来嘛拢是因某所负责做啥公司来标着，啊，那是张中杰本人伫咧1.6亿白天啊，甲材料采购案，欠缺内部审核的悲观机制，即个证据拢讲张中杰无利益回避，啊，那是民进党认为有案件待查清楚。孔文吉委员如果被恐吓的话，报案抓人就这么简单。苏家庄嘛透过民调反击讲，自去年到今，已经真侪个甲社会说明，张中杰确实是伊的外甥啊。啊，不过张中杰伫咧当选日子的期间，伊拢无去干涉。那是国民党提不出实际证据，佮提出不实的指控，无排除讲会透过司法来保卫家己的清白。苏家庄强调讲，家己的勘察检验，爱对手唔通提伊的亲戚，当作来甲伊抹黑的假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立法院的临时会刑事考试院甲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的人事同意权投票，国民党团除了加白啊画口号抗议以外，佮伫 NCC 的人事选票顶头乌白乱歪。不过民进党团人数较侪，落尾这两项人事案也拢通过啊。现在请各位委员开始分区领票及投票。七十下晡立法院临时会进行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的人事同意权投票，并也立委一个啊一个技术性甲票点出来，互党团书记长将嘉宾监票了后，才甲选票投入去票箱内底。国民党立委是伫咧开始投票一段时间了后，才一睏头做伙入去议员领选票，刷落来提红笔，伫咧选票顶悬写“祈祷动手”等等的标语。而且把选票直接提出去议场外口表达抗议。巨头新闻动场，巨头传播打手。国民党党团这个动作，敢拍囡仔大细，大家不要学他们把选票吸出场外，绝对不可以，会被罚钱。虽然在野党团队名单有意见，不过落尾 NCC 的人事案还是顺利通过，由陈耀祥、洪碧忠做正副主委。咱若初十早起进行的考试院人事同意权投票，国民党团嘛伫咧议场外口举牌啊抗议，表示拒绝入场投票。民众党团嘛无入去投票，咱若时代力量党团是全体拢投反对票。好委员先分好分难，四党都有废考监的版本，结果还是硬要提名，那不是丑庸，那是什么？为着好人事案顺利过关，民进党团决定全部拢投同意票。不过，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煞无领考试委员的选票，因为伊甲其中一个市委是二两亲的关系，因为利益回避，所以无投票。迄若正副议长被提名人黄永春甲周鸿宪，拢是以65票的同意票，得到超过一半的立委支持来通过。另外9个市委嘛有过关，不过其中争议上大的周连乡是得到一张无效的票。根据了解，这个票是一个民进党立委，要甲党团报备，无法度投同意票，所以才投无效的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条例，初九伫台中市议会三读通过了后，才做苗栗县了后第二个通过县市，甲苗栗。甲苗栗共游玩是无共款的所在，是台中若出现伫一个石虎直接出现所在，要做公共开发的时阵，就要请石虎保育委员会来做讨论，而且要使用环境友善的工法来做施工。不过，就国民党的议员认为讲，从来就毋捌看过石虎，这根本就是无影无只的代志。台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进入三读，国民党甲民进党议员伫吵，国民党议员质疑石虎是为推广花博创造出来，毋捌听过也毋捌看过。过去我们几十年来都没有听到石虎两个字，就是因为台中市那个时候要办花博的时候，才去搞一个石虎出来。我讲我搞啥子石虎？因为大部分人都无看石虎，是安怎？为了这石虎，大家无了解，啊，你当遐争论哦，我看哦。民进党议员是回叫，那是对租地条例有疑虑，进前就爱提出来讲了。农业局经过专业程序认定了这个地方是食物会出没的热区，市政府公告了，你这条路开得下去吗？台中市的石虎保育自治条例初九在台中市议会三读通过。台中市农业局讲，伫详细石虎保育咨询委员会甲石虎地区划定甲定期检讨，台中市版的规范更加严格。公共工程都要接受我们石虎委员会的一个咨询，
三年要通盘检讨一次。台中市的后里、新社、东市、北屯、和平、太平、霧峰区、甲大安区、大甲区、大肚区，这核酸研发拢有发现石虎。石虎条例实施了后，公共工程开发面积若是一公顷以上，新开的也是拓宽道路长度是1000公尺以上，位在台中石虎地区的，必须在规划初期甲时间阶段，向委员会咨询甲采取环境优先工法。对此，石虎保育团体是真肯定。石虎它在整个移动的时候啊，甚至觅食的时候，常常会用水域的这些环境，所以台中市这一次通过的这个自治条例呢，在这个部分把它列进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甲去年实施的苗栗县版本比较，台中市在石虎地区内底公共工程开发，面对的是详细的咨询委员会，临时对案件成立专家小组，建构约束力甲政策一致性。石虎地区立法三年一摆通盘检讨，也增加春秋的计划。另外，各类民间伫石虎地区时间提出咨询，农经区有生态补偿这种类，拢是看到苗栗的版本，才阁进行修正调整，希望能让台中市的石虎保育更加完善。记者宋合波。台中市伫今日中昼煞熊熊透风落雨，台湾大道甲公益路就发生两层树啊倒去的意外，有一个外送员去予树啊跌着，另外一层是公车头前的挡风玻璃去弄着树啊煞弹过去，好加就是无人受伤。要两公尺长的树啊枝，甲公车头前的玻璃，斜烫过一空真大空，玻璃碎去，公车内底四个拢是玻璃油啊，车顶的人拢惊甲。七十中昼，台中市熊熊落真大的青光雨，风也真透。这台驶伫台湾大道公车专用道的300号公车，是往市区的方向在驶。经过大洋西街的时阵，分界道顶悬一张树啊，熊熊断去，那像一支箭，射着公车头前的玻璃。那个 BRT 专用道的 BRT 专用公车行经该处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气候变化，造成那个行道树的树枝掉落。插入那个驾驶座前面的挡风玻璃。台中市南屯区公益路一段，餐厅开真济间，隔无十分钟的路途，嘛有路人的树啊断去，跌着一个二亿块，骑奥多麦的外送员。一阵强风之后，那个树它是暴雨，然后就直接倒下来。对，我在骑车的路上就倒下来。这个外送员扛水包包的了后已经无代志，不过刚刚是七月份。过道了后的青光雨已经造成三件事故，车是一个细判的女性，去予断去的树啊跌着伤，不幸来死亡。即马阁发生因为路人的树啊断去造成意外。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已经开始检查台中市180000棵路人的树啊。枝干没有那么强硬的树种来进行检查哦，而且检查之后，我们也会看看它的栖地，还有它是不是有一些病征哦。那另外，我们在植栽上面呢，也把一些单点的这样树穴，我们改成带状的长树穴。当然是一个警讯啊！你过度修剪，栖地包在水泥的状况下，很容易生病。多年的树啊造成事故，因过拢去红认为讲是天灾，民众真恶要求赔偿。护树团体表示，过去风太季节进前，伤过头修剪树啊，其实对树啊是一种伤害。公部门应该为树啊的角度来出发，把多年的树啊生长的环境的问题找出来，才当避免类似不幸的代志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昨天下晡，有三位唱水的游客在恒春的后壁湖唱水，却因为体力用尽，无法度收倒回来，好加在海巡署把人救起来。有专家也提醒讲，若准备出海唱水，就要先看气象的变化和水流，才袂造成危险。水客马上暂停再呼救。唱水的民众体力支撑袂住，伫咧海中央水入海涌浮沉，伫咧海面上举黄红色的浮力底向外求助。海巡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赶紧等救生科把受困的民众救起来。当时海象恶劣，那风力5-6，阵风8级，巡防艇接获破报后立即驶往通报海域。这场意外发生伫咧初九下晡3:30，屏东恒春后壁湖港湾0.3里的海域，迄当阵海涌真强。船风达到8级，是比适合畅水的4级关键者。何止三去畅水的民众，因为体力无够，伫咧海面上浮沉一段时间，好加在因手认真写板的水面标志，变作因救命的关键。万一你跟前半失散了，
或者是被水飘走了，你可以使用这个福利袋，让水面上的人跟船只都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比较容易找到你的位置。唱水教练也提醒，伫咧唱水之前，会当去中央气象局的网站，注意唱水点迄天的风力甲海涌的状况。若是有要去较深的所在唱水的需求，也当找相关的教练来协助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近听歌细分明，南韩首尔市长朴元淳失踪七点钟了后，伊的遗体也去予警方找到啊。警方初步排除是去予抬死的可能性，也因为伊伫咧失踪的前一天去予秘书室员工押出来骗术的摆台，外界也怀疑讲伊家己是家己收袂开，伊的遗书的内容也只是写着对不起家己。找到清病假了后失去联络，遗体在七十天马光找到的首尔市长朴元淳遗书，经过家属同意了后，由市府官员出面对外公开。모든분들에게죄송하다내삶에서함께해주신모든분들에게감사드립니다오직고통밖에주지못한가족에게내내미안하다화장에서市府人员指出，这份遗书是伫个市长官舍的册桌顶面发现的，短短几句话看袂出遗书在的原因。首尔警方是在查到下晡五点外接到朴元淳走家报案，讲伊伫中道交代几若句亲像意见的话了后失去联络，经过七点外钟大规模的搜查，将在当地时间七十天的光左右，伫首尔北区的北角山找到已经身亡的朴元淳，享年64岁，而警方也初步排除他杀的可能。그것은구체적인사안들은앞으로수사를해봐야되겠지만현재로서는특별한타사냄새는없어보이지만은향후변사사건그처리절차에따라서심도깊은수사가진행될예정입니다林权律师出身的朴元淳，2011年补选头一摆坐上首都市长补选了后，一直致力制定女性优先政策，是即阵任期上久的首尔市长，也是南韩2022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之一。되게존경했던분인데그래도안좋게가셔서그래도하늘나라에서원하시는꿈은다이루어졌으면좋겠습니다朴元淳不在1998年拍赢南韩司法史上头一站的性骚扰官司，不过就在伊失踪前一天，和秘书室的女员工搁发性骚扰。韩国媒体报道，这可能是伊自杀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看到日本，日本九州的大水河落几啊天，初九的河水有较点挂，想袂到初十透早，熊本甲东京搁熊熊落大水河，河川的水位一下就涨起来。当地的政府也随提醒民众赶紧疏开，这回的灾情也造成66人死亡、16人失踪。门口口有土石流流落来土沙插头，厝内底装潢拢做好冲歹去。九州落大雨、做大水，和九州几乎东亚这所在四界拢受灾，嘛造成超过60人死亡，好多过一届的人熬癫。私たちはもう生きてるけどね。もう言いたくないけども、友達が死んだのよね。有客家内底和土石流塌条条，古农民70多个温室种的蔬菜拢全互淹了了，和大水泡歹的家具甲物品，因为处理场限制回收的时间，和民众的车摆到真长，引发破坏。毎回毎回降ろせずに帰ってはまた持ってきて、こんなことずっと繰り返してる。バカじゃねえのかって。除了九州，几乎东亚有部分的庄仔头对外交通断去，相关的单位是透明抢通，为了防疫，搁有避难所，直接用纸帮厝来隔离。连续过来讲大雨，真无简单，水才退掉，这边开始清理家园。七早早起，根本搁断气，又搁开始落大雨，断气的清川水位又搁熊熊高悬，河东的政府要求居民警戒，随时准备避难。这届做大水，有福冈大学的教授渡边亮一直接到淹水的所在勘查，发现会淹水是因为水面比路面较高。こういった地形のところは、内側に降った雨が自然に川に出ていく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まで堤防高いので、川が先に溢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いと思います。明らかに内側で内水氾濫が起こって。
专家建议，除了修整路面，让路面比水平高，搁爱增加高台抽水站，避免一中降雨了后，抽水站伊搁予大水引起未负抽水。记者连松进行报道。另外，在中国的南部地区，也是连续几落日在落大水雨，也造成灾情。有船啊，去予水冲走去弄着桥，无就是破翻规个房起，甚至有民众想要趁机会掠鱼，煞去予大水规个架起啊。福建一直落大水雨，一只传统游船被大水冲走，弄到桥尖，一只全部拢弄歹去。根据了解，这只船被冲走时阵，船顶有一个人，加在无性命危险。不过也因为南平双浦市护屯溪的水真紧就涨起来，淹溪大水冲入客家内底。完了完了！水淹到胸坎，消防人员赶紧出动协助民众来撤离。受到大水雨影响的要湖北、浙江、安徽这些省市地区，位在浙江的新安江水库，也就是千岛湖，头一摆九个坑全开来下水，场面真壮观。截至初九下晡三点，新安江水库在53点钟内底总下水量是12.98亿立方米。大约是90个西湖，真侪田甲村庄拢淹了了。湖北五角市永兴关富河半岸真侪所在放弃，当地大约6500亩的田，也过侪村庄拢被大水淹了了。上千名民众赶紧撤离。家里的电啊、东西啊、床啊、什么东西啊，全部水碰在家里，搞不赢的嘛，来得太快了。那个电杆就是高压电杆都被冲了，都冲歪了，都松了，就冲掉了，冲倒了。这么厉害啊！就我家旁边，就感觉很可怕。湖南省张家界市啊，因为大水雨，真侪河水拢涨起来，牧林园一十多人竟然冒险掠鱼，尾后被大水冲走，下落不明。江西的长江河水位也因为大水雨，真紧就涨起来。直到暗时九点外，半山崩起，十五个行政村拢被大水淹着。这个幼儿园的一楼现在我们看已经完全的浸泡在水中了。中国一直落大水雨，做大水气象部门预告，未来长江中下游以外继续出现这个强降雨，明仔载防范大水来临会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新加坡的国会大选在初十举行，外界拢认为讲长期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面较大。第三代领导人李显龙按算在新的任期内面找到接班人，不过伊的亲小弟李显阳却加入反对党，也让这回选情变较正紧张。初十早起8点，新加坡各地投票所准时启动，因为疫情的关系，安全措施大升级。选民拢挂用一届就单调的手套啊，甲嘴暗，入去爱防体温。选务人员甲选民嘛保持距离无接触。投票站嘛为880个增加到1000个。老大人是早起优先投票，选民嘛分批去投票，避免人挤挤叠叠。投票时间到暗时8点结束。It's about times to have a bit of change. That's what all election about, you know. Hopefully everybody hope for good. Yeah, you see everybody hope for good and the future for our.Next generation, whatever, yeah. 新加坡有265万符合资格的选民，独立以来，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执政。这届大选拢总有11个政党，192个候选人，竞争单选区甲集选区，拢总93个国会席次。预计人民行动党也是真有赢面，应该会当维持5年前的大选69%这么高的得票率，是观察的重点。这届大选嘛，关系到执政党的世代交替。第三代领导人李显龙，按算伫咧新的任期的期间，伊70岁时阵，交予第四代的领导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目前国会内底唯一有席次的反对党工人党，是由新党主席毕丹生带领的。更加受到大家关心的是总理李显龙因家族分裂的代志。因小弟李显龙加入去年成立的新加坡政进党，李显龙个人是无要参选。伊讲新加坡的政坛无需要另外一个理解的人，不过伊陪党主席陈清木四界去拜票，呼吁选民和国会会当有更加多元反对的声音。The current government i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when LKY was PM and subsequently MM. It's possible to be loyal Singaporeans, to be proud of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in the past, to love Singapore, and yet to not vote PAP.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个月以全力防疫、拼经济、因应国际局势变化做理由，说服总统提早办理大选，要让新政府伫咧人民完全信任的情形之下拼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培金表示讲，高雄需要新的人。伊也批评陈其迈是铺红地毯，准备加入去高雄市政府。另外，民众党所推出的吴益政也认为讲，高雄市就是青年就业甲财政的问题，一直拢无法度解决。不过，民进党的陈其迈也表示讲，已经提出真侪政见，爱对手卖搁再喝水相喷啊。高雄市长补选剩无到40天，参选人之间的战争嘛愈来愈激烈。三个阵营内底上少年的参选人国民党李培金认为，高雄过去一年外对外交上不利，是因为政治的无确定因素，所以高雄需要新人，不是继续烂来杀少年白。他们数馒头就会当选了，会讲一些打击我们的话。那我现在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不是数馒头，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如何做馒头，得做得很扎实。我也就是认为，那两党过去执政真侪年，包括青年就业、财政负担都无解决，而且嘛批评陈其迈讲到税金、空屋等等的问题都回避，即马伊嘛变作陈总机，一直找不到那个产业转型，包括财政的负担、环境污染，然后年轻人就业，大家都看到问题，然后每次选举拿出来抱怨，可是都没有一个拿出解决方案。面对对手阵营的批评，陈其迈提出产业转型，新创产业入来高雄，目标锁定伫咧青年选票，嘛好有参选人唔通受济嘴烂者，应该四界行行看看。包括怎么样打造高科技走廊，传统产业升级，解决高雄的问题，不仅是要有务实可行、实实在在的政策，能够有执行力、有魄力。为了要抢高雄市长的位，那列白三党的参选人，无论是拜票还是选战，拢真拼死，拢是为着这上后尾的一段路。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配合政府的振兴三倍券，代替对7月15日开始，会当使用振兴三倍券去拍车票。不过是无走南山，也袂当走三倍券，拍的车票袂当退票，不过会当换票。振兴三倍券后礼拜三7月15日正式开始，代替宣布纸本三倍券会当买代替车票甲商品，像讲一般的个人票、团体票、电机票、自由券等等。另外代替网工场甲代替便当分配的实体店面所卖便当商品、食食类，嘛拢会当来用纸本三倍券。民众的三倍券是白订电子票证，包括电机票代替网工场的线顶购物都袂当使用。相关的回馈机制是由电子票证公司专车经济部来认定。按照民众绑定的信用卡或者是行动支付的部分，那他可以去按照现在的购票方式购票、退票、换票。绑定的电子票证的部分，则是我们开放直接在车站进站乘车上下车刷卡。台铁局表示，根据振兴三倍券的使用限制是袂当造钱、转币、换钱，也是退现金。所以民众若是用纸本三倍券来买台铁的车票，拢袂当退票，但是会使换票，无限制另外几摆。而且第一届换票唔免收手续费，第二届以上换票爱用手续费，不离个爱付现金。车顶滴卖便当、商品，就是对顶顶的服务嘛，袂当用三倍券。那不找您，那我要去买很多东西吗？就不考虑了。对对对，三倍券可能用在别的地方了。蛮多限制的。所以宁愿用在比较多、比较自由的地方。另外，为了振兴车头的店家，代替嘛宣布，从7月15日到8月15日，那是有摕代替车票的票根去全台湾的代替商场，啊，搁有台北凯达大饭店，拢会当享受拍折优待，形成加倍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十月就要开始啊！当地饭店业者也表示讲，酷热期间的订房率也已经破80%，这也表示讲，去到台东的交通需求量一定会增加。国内的航空业就随宣布讲，要增加台北、台东往回的飞行机座。七十早起11点，一只中型航空 A321-200 型飞国际线的客机降落伫咧台东机场，因为这是疫情了后头一只大飞行机飞来到台东。机场是以两架消防车喷水架做弯桥门来迎接。这几年飞北东航线的丽阳甲华信航空，拢是用 ATR-72-600 型70人座的飞行机来营运。啊，不过休假到啊，丽阳航空营运北东线的旅客增加，规划到7月70日到8月30日，每一个拜五礼拜，各派飞一架 A321-200 型的大客机往回北东。第一班是载100旅客，游客讲即马袂当出国，坐这种国际大飞行机来台东，嘛是会当加做讲家己是出国旅游的感觉。以前都小飞机，那我不知道今天的飞机有不一样哎。不能出国，那我们就搭个国内旅行这样。
过过干瘾的。我们是公司要来搭那个台东的那个热气球。在台东的气球嘉年华会特别开播，活动会继续到八月底，而且政府三个安心旅游补助嘛已经开始，即马台东县大大小小饭店甲民宿到八月底订房率，保守估计拢已经超过八成以上，铁路定位嘛拢客满，即马有大客机加入来营运，旅游业者认为讲对台东休假观光运输有帮助，基本上起码都八成以上，而且陆陆续续有人持续在订房，也接到很多散客的电话的询问。旅游业者估计，十五中小航正式休假了后，台东县的景点就会开始出现真侪人。华信航空也表示，会看旅客订位的状况，无排除北东线嘛来派104人座的大客机运输旅客。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初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电动代步车或者是电动轮椅，那准行伫人行道会时速超过6公里，就会罚款6300元。不过，就行动无方便的人认为讲，电动轮椅就是因的双脚，那准用法规改的法，认为这是一种改因看不起。这边没有报道在纪念路那边。立法院门口无无障碍的坡道。七十下晡来参加公听会的新长者刘嘉诚，因为用电动轮椅行动，出入是真无方便。设一大链，才为另外一边的车路离开立法院，煞阁拄到人行道顶悬放真侪物件砸掉咧，所以无法度伫咧围墙外口用轮椅来行动。行动的过程所拄到的障碍，会使讲是无所不至。立法院顶一日初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来电动代步车或者是电动轮椅，伫人行道时速若超过6公里，就会罚300元，和部分新长团体。感觉因用路宽受到影响。其实每次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只要遇到巴士或者卡车在做转弯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走过去或跑过去，我们就只能在那个受限度的一个状况下去尽量的闪避那个大车，这其实是非常危险。我们根本不清楚我们自己有没有超速就算了，还要去受限我们的权利，那这样本身就是非常赤裸裸的歧视。行政者主张讲，医疗器材管理办法已经规范电动轮椅出厂上紧的速度是限制10公里，无必要阁增加时速6公里的法规。有行政者观察到，不少使用的人会改车，或速度增加到时速上紧12公里，或者是有的会到30公里，有类似奥多麦的功能，所以制定法规要是会当保障到因的安全。不过要是会当伫无同的所在，因应无同款的情形有存旧的做法。在人行道设速度是 OK 的，可是你要我骑到。街上骑到那个快车道上，你要设我的速度，那怎么办？那是不可能的。它的一个规范上比较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说，有人行道要尽量走人行道，没有办法走人行道的时候，就是要靠边。初地的规则已经初审通过，不过反弹的声音真大。立委刘建国嘛批评讲，这是黑白的修法。交通部的官员回应讲，主要也是要尊重刷落来议会二读甲三读的结果。不过公听会顶官的意见，嘛会转去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正发生头一个牛结节症，是农委会初步接到金门防疫所通报讲，金门的特区所所饲的500多只牛，内面有23只的皮肤出现一泡一泡的裂啊，经过检查确定是牛结节症，为着要防止病情传开，这500多只牛全部灭掉。牛的卡车片司机买了，敢那饲条啊，同款一粒一粒，生到规身骨。经过检验了后，确诊是牛结节症，加抗体药相关是上严重的。加瑞一边，金门防疫所发现了后，而且被赶紧通报农委会，讲金门特区所饲的548只牛内底有23只牛有出现这种情形，而且也是咱国头一摆牛只感染牛结节症案例。PCR 放大出来的那一个核酸序列的话呢，跟2016、2017，还有中国的就是2019的病毒都是99%。牛结节症属于豆病毒性疾病，经由蠓虫这个方式传染，不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发病时阵会发烧、局部皮肤暖气、会干哈啦。上明显症状就是牛的头壳刺激，也过淋巴、生殖器这部位会出现一粒的，敢那大粒条啊。一边潜伏期是18天。中病的几率是在10%到20%，死亡率在5%以下。农委会讲，牛结节症不是新兴疾病，非洲地区26个国家有相关的疾病，欧洲有2个，亚洲是有12个。金门县的所有的生鲜的或冷冻的、冷藏的这些的牛肉呢，也一律不准到本岛。即日起，全面的加强这一个所有金门跟本岛之间交通运输工具的这一个。避免的这一些的消毒。
农委会讲，无摆多时对岸的病源经由风力传送到金门，造成疫情发生。而即阵已经完成所有发病牛只的扑杀工作。也伫金门特区所周围三公里内底饲牛场进行检查，也未发现可疑案例。未来也会甲这金门全关的牛只来进行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公营的时代，咱也量早改捡倒转来。伫咧咱台湾，英国予人叫做金州王国。不过台湾这几年销到外国金州，受到东南亚的竞争，出无到2000栋。即马金州运销中心利用智慧物联网的科技，提升金州的品质，也降低种植成本。打算伫咧今年就要销2000栋的金州去到日本啊。哦，风向光速，拢传入去，直接传到云端。设伫咧屏东这片金针鱼内底的监测器，会晓即时监控金针鱼的状况，运用智慧物联网这种高端的科技，串联金针鱼的湿度和土壤养分相关的资料，让金针龙不管好天也歹天，拢会使靠伊提供的大数据来管控金针的品质。因为数据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定义，才能够解开我们多年来种植上。为什么我们淹水一定要淹到什么程度，或是我们施肥的量一定要到达哪里？英国台湾也是金蕉王国。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伫咧民国1996年销去日本的金蕉量上界多，超过18000栋。日本当地拢甲咱台湾出产的金蕉列作是高级品。不过这几年因为菲律宾、厄瓜多的金蕉介绍较俗，即阵台湾出口的数量无到2000栋。即马经济部和全台湾上大的金蕉产销中心合作，用上新的科技转型农业形态，让金蕉有国际认证的种植标准，也有产销履历。用大龙来带小龙，那小龙顶挺大龙的，大家一起用啊面对极端气候，用科技化的设施设备，能够用 AI 重返日本市场。这套 AI 智慧科技，唔但让金蕉龙省时省工，也助阵因摕到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的认证。打算今年就要销2000栋的金蕉去日本，重新打入当地高级的资格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真侪人拢讲，伊是食老为着子孙，不过实际上食老一定爱为咱家己。中间的科技大厦考虑到士大人食物件较歹步，就特别设计一种让士大步有法度的食谱，而且佫招即款士大人做回来煮料理，也真趣味，咱也做回来看。教室内面长辈做伙动手做好料，这毋是普通的料理，因为过滤上顶的食物长辈加无法，所以老师特别安排好食阁好料理的食物。啊，就大家大家当讲过去当未来，啊，阁手阁叮当啦运动咧。然后因为我们这样子在带领的之下，然后所以社区的这些就是干部们。社区营造的还是长照据点的干部们知道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选择，因为台湾这个部分饮法食品软质饮食的部分目前还正在起步而已，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越来越推广。鼓励长辈走出家门，甲同伴做伙开讲，活动筋骨，和老年生活丰富精彩。但真侪活动的举办，拢需要靠志工的帮忙，尤其偏乡地区高龄的志工比例高，因此中间科大嘛特别举办一系列课程，来培育在地志工。在我们推广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志工他们虽然有服务社区民众的心，但是他们有一个困境，就是他们没办法，去增长自己的技能。那我们爱健康互助团队发现了这个问题，到社区来进行课程培训。除了设计各种课程，社区嘛不定时举办宣传活动，像是反家庭暴力、加防止失地的关怀宣导，希望借着整合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加丰富的资源，建立完整的社区照护系统。记者采访报道。一口说尽千古事，十载半言百万兵。真个少年人无啥会晓讲台语，只需用台语做口白布袋戏，那就爱面对传承的危机，也爱失去真济观众。文化部就特别拜托布袋戏界人间国宝陈锡宏艺师修师啊传功夫，希望布袋戏这项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传统的迄个江中戏哦，真少。啊，真少！我看讲安尼，叫咩消失去啊？叫咩无去啊？对啦。啊，所以讲我就安尼79岁吼，我都固定在过落去奋斗就对啦。对，落去奋斗这
传统的物件，对。啊，你若无传，阿伯无去啊，放弃。那是仙家之宝，高声雷啊！太罗天仙娘娘竟然出现过。今年九十岁，布袋戏大师陈锡宏，因为烦恼台湾的掌中戏将要消失去，在79岁时，搁再成立一个新的剧团。希望把全世人的功夫拢教予特别来拜师学艺的师爷。拄啊，文主有开这个人间国宝的艺兴计划，所以我来考试，我就来考试这个计划。因为咱伫中南部学的方式较无同款，啊，老师咧学的较古老、较传统，伊有一挂脚步手路，甚至个文武兵争后场咧做的方式。我希望说取各家之长。从细汉就对老爸在做布袋戏的王英俊讲。伊来做陈锡宏的艺生，就是把家己当作是白纸，希望未来出师了后，通结合五洲的口碑和完整的脚步手路，把咱班两派优点结合做伙。老热的北管走落去，好戏准备起鼓，不止个戏做了更加精彩，无人会晓欣赏，也无较纸。所以台湾的传统戏剧，即阵也拄到一个上大的挑战。传统戏剧呢，上界严重的问题是，即马真侪少年朋友呢听无台语。啊，伊若听无台语，伊当然袂去看歌戏啦、布袋戏啦吼。啊，更加袂去什么啊，重视这个布袋戏、歌戏的这个表演艺术啦吼。啊，所以讲啊，语言呢，其实是咱即马爱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吼。看戏嘛爱栽培啊，对不？咱看戏嘛爱栽培啊，江方面拢爱栽培啊，对不？啊，要无咱讲讲文言语，无人听有啊，听啊无对，啊听啊无啊，咱来先介绍。布袋戏哦，你若放国语的哦，无拢听无下就对了，无下咱就布袋。做布袋戏，唔若爱顾红啊，搁着讲口白，所以台语和布袋戏其实是相牵连，也会使讲是布袋戏的根。啊，民间艺术愿意把伊年久月深的功夫，无头壳薄，拢要传予后辈，也是希望台湾的传统文化通保存落来，未来会使继续开枝散叶。记者李婷张玉水台北报道。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有公布上新将要登记的名单，这名单内面有珍贵药材、食材，甚至有真罕见的动物，咱也做伙来关心。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根据所监控的120,000物种数量所编列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即阵有超过32,000个物种遭受灭绝威胁，极度濒危的物种有6,811类。最高公布红色名录新修订版本，被列入极度濒危物种名单，有北大西洋鹿、鹿脊海鸥。到2018年年底为止，自然界大只海鸥的数量无到250只。要较早伫欧洲大陆甲俄罗斯定块，互人类当作动物饲、欧洲充饲，也佮世界上上贵的珍菌，互中医当作药材使用的当堂下草。要出现在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目睭真大类、真古锥虎狗。有98%的虎狗品种被列作濒临危险，有33种的虎狗的数量，敢若差一步就会灭绝了。It's been something that we're aware is you know potentially going to happen. You know we're aware that lemur species in the wild are in decline. Sadly, on the island of Madagascar,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reats to these animals. So slash and burn agriculture, deforestation, and hunting of the primates for their fur and also for the bushmeat i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is always going to mean bad news for these animals out there in the wild.了爱食的人感觉可惜的是，日本秋季的美食松茸也被登录在濒危物种的名单顶面。过去将近半世纪，因为森林一定要除掉，也过一边，让的松茸的产量减少30%以上。虽然是让归类在三个灭绝风险评定的上初级，不过依然要真注意。美国自然保护联盟也指出，好有成功的例是英属土克斯加开克斯群岛一种。大家都唔知啊，联系地动地面将甲政府、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恢复因的栖息地了后，数量回升，对极度濒临危机降到濒临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加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气象局讲，这款烧热的天气可能阁维持一礼拜外，而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
大埔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一个未来三天气象。新闻的最后也传你来到外国看古锥的狗仔送物件给你，也感谢您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禾，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像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像。做头像汉字写作做头像，罗马字写作之耳者，特鳌头之肮脏者。第三条，头第五条，脏第一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三不五时就会去洗头、做头脏，跟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撸乌头。撸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三分啊头、五分啊头，我搁介时行的海加拉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老侪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擦到目睭。有的人破病、破中耳，也是破病啊，看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那伤高就爱拍薄，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到，通常会先剪、修、洗头。那是要电头髪，就用卷啊、油啊落去电。看是要电大卷的，还是细卷的？要电好 Q， 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髪，看是要染什么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你规粒的，会使做足济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家己学了讲：一日剃头，三日烟头。即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还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爱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留做头鬃，洗到剃平头，遮眉拍薄。一日剃头，三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给人洗头，洗到一下。
话头长形，有好心情。今天的大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